尊敬的领导，您好，有一件大事儿想和您汇报。您最最最欣赏的员工默默，由于自身情感问题，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。再加之现已步入而立之年，迫于催婚压力，不得已采取参加节目的方式来寻求真爱。现正式和您请教，不过领导，我已经出发了。我觉得用三个词来形容我的话，就是乐观、自由、疯子。很多时候我喜欢通宵的去骑行，骑一辆普普通通折叠车，然后骑个100公里，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快乐。首先我肯定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对象吧，其次呢，我觉得去认识很多朋友，然后以及和他们相处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。对男生其实也是有一些标准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我真的遇上喜欢的人，这些标准可能也不算标准了。